好的，林宥嘉呢，这一次最新专辑6月17号已经正式发行，大家呢看到了我们店长帅帅的吗？以最热烈的掌声跟尖叫声欢迎我们的店长林宥嘉。 感觉还是神采奕奕哦！官好，哎呦，是吗？官好，哎，大家好！哦，他们等你很久了。对不起，我听不清楚。他们等你很久了。好，谢谢。所以呢，店长跟这个 YouTube 哈，你听得到我讲话吗？我听得到啊。要读唇语吗？你骂我脏话？没有啦。 昨天呢，听说这个刚刚完成了深圳场的演出，然后呢，早上一大早风尘仆仆搭飞机赶回台湾，是身体状况还好吗？累不累？脸 OK 啊，脸看起来是OK的，帅的啦，但身体不是很 OK，真假的？很虚啊，哪里虚？对，哦，这全身都虚是不是？一些地方。我听说店长之前有肠燥症啊。 就是吃了就拉，就要找厕所。现在已经 OK 了，是哦，已经康复了。现在我的体重已经慢慢的飙回来了。哦，用飙的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稳定的回升中就对了啦。所以呢，这个店长今天这个很开心，也谢谢你呢，为了这个台北的粉丝呢，今天特别赶过来跟大家见面。对，没错。虽然我的身体不 OK， 可是为了歌迷就是OK。脸 OK 就好了啦，哎，声音 OK 吧？声音就是。 差一点，你要有信心啦。OK 啊。今天即便有小状况，也是能为了大家全力以赴。对，对不对？用一些苦肉计，我好痛苦，为了你们，还不是为了你们。哦，真的，大家给这个店长鼓励一下。哦，帅哥店长，不要中暑，不要中暑，因为等一下我一唱完，我马上就会回去休息室，然后吹电风扇喝冰水。你们自己保重。你不要这样啦，你要跟歌迷感同身受，好不好？感同身受，所以呢，准备好为大家唱歌了吗？ 可以不要吗？不行啊，那你可以脱吗？准备好了哈，我先穿一下，好吗？好啦，新衣服，对，秀一下哈，这个秋冬的最新的时尚款，所以呢 ，You ready？ 这首歌你有参与创作，对，最新的主打歌歌名叫做是《天真有邪》，欢迎林宥嘉，谢谢。 Chaka.